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好伞，出美国他来梅的双层抗风高尔夫伞。为什么说这款伞好呢？第一，因为它伞面防水性能很不错，伞面是台湾进口的194条高密度尼龙，表面做了防泼水处理，能够承受250毫米的水柱压力。那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防水效果。这是一杯水，那我现在打在这个伞面上面，发现水柱像荷叶上的水柱一样漏下来，轻轻一搅就全部没有了，几乎是没有什么残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第二个好的性能，就是说防风性能特别好，非常抗大风。那大家现在看到我右边的这款机器，就是工厂用的大风扇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档位，总共有三个档位，3、2、1，其中一档是最大的，那我们来调试一下，先用二档试一下。把风扇开起来，这个是二档，风力不是很强，那我们先用最大的档一档，靠近一点。